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带来一期中国的2018土耳其人做的一个 mod。 我们继续。我们目前也是有很多酱，然后我们这个是叫什么来着？我忘记了，应该是东风快递里面的一个。然后怎么说呢？我用了大部分的苏联，还有美国，还有的酱。然后有一些是来自各个地方，有中国的，中国肯定是我们不想说，害怕被封了自己，我已经被逼站了，我发泰国视频全被封了，这次如果能过审的话，东风快递来也。韩国战败，我拦不住，我上了五局。没有用。巴基斯坦为什么跟我们不是一个组？扳着印度，什么鬼？是 OK， 我们这个酱能撑很久的。放心，这酱能撑一时半会是没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能撑一时半会，因为他牛逼啊，没错。跟你们说的一样嘛，如果卢本伟不牛逼的话，你们怎么会关注他？对吧？是才不太关注我，等等，好尴尬，清醒不行。我看一下这个什么酱，我们可以在那边造一个远程用的，真的好尴尬，发了个屁。玩到七个点，我们就不玩了，对吧？毕竟我也是有点良心的啊。你的良心呢？对不起，我没有良心。这个是个什么国家？高山有个什么鬼国家？请问你是国家吗？请问你是一个国家吗？这要是美国的。说吧，我们继续。等等，忘记弄一个酱了，难受，很难受。不过我觉得 OK， 马来西亚你不要来搞事情。可是我等一下也帮你一起连着那个菲律宾一起搞的。然后我最近也是从路人 A 那边学到一个道理。人就应该借点，就你别说了，你这边抄袭，好吧？没关系，好慢哎。等一会儿，没关系，没事 ，OK。今天真的是个好日子。It's a good day。 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真的是个非常好的日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这个先别动，我们
日本说实话有点难受，不该怎么说的难受，就很难受，不能说难受，就很难受的。因为大家你有点浮夸，什么我浮夸，你在说啥小老弟，就是要接受下那个叉叉叉型亲吻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多的。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沙雕视频，就是如何解放军虐爆这附近的国家，如何我们该如何去玩，简单啊，还要我教吗？自己学去。某主播因为在视频里面太夸张而被俗称为卢本伟的后代，就被这么给夺了。哪尼老瓜好痛的礼物，希腊战败，俄罗斯战友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俄罗斯如果露出斯大林这个将，会不会很尴尬？有可能战败，都战败了。日本海军好像为什么比我们中国厉害呢？不对，好像那时候好像很多国家的水平都比我们高，所以说现在中国心理是非常大，对吗？没错，我要思考一下，发展的中国发展是真的。兄弟，没想到我们有一天也可以见到。那就西游，那你可以上天了。把这剑拿了，可真的。忍住，我们是什么？解放军，对吧？解放军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说得好，不知道，搞屁，根本就知道。刚才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是我脑子在自己说。日本有两个，不，日本有三个首都吗？中国倒是有。Interesting。我是逻辑鬼才，如果你们喜欢我视频，可以订阅一下。你们是不是评论？算吧，我真的一点都不生气，真的没有骗你。日本给老子等着。反正我现在就知道，我们经济发展好像，为什么他们都不让我上岸哎？我知道中国附近都是水镇，我这样子，我思考人生。为啥其他 UP 主做视频都这么好？就好像我跟他们有点不同，我用手机做视频，他们用……等一下，打完这回合我保证关机，真的，相信我，我一定。好慢呀！这
是怎么感觉好像这土耳其人做的梦的就跟中国我们中国大中华一样，就突然特意加强某些国家。没错，好爽啊，这个感觉大家有没有那种体会，贼爽的那种感觉。这里好穷哎，随便派个兵守到这里。哎，居然没打死，你好飞呀。印度好像在这里很菜，几下子就可以把印度给团灭，可能是我兵太强了。那也不可能啊，我记得印度怎么说呢，印度也是一个强国对吧，一个强国怎么变这样，对不，兄弟给我评评理，好，为什么中国在这里被削了，你们我决定要让你们这些肥宅都沉下船为止。叫你们刚才不是赌我很开心吗，继续赌啊，我不赌了，来呀来呀来呀，不服来呀，来呀老弟，来呀，我一个可以灭你们十个，还有吗，再来呀，哎，怎么回事，怎么跟老眼没有伤害，轰炸，日本什么时候有核弹，谁跟我讲一下为什么日本有核弹，老板等等等等，我们再看一下看一下有什么没用的架。那好吧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了，拜拜。如果喜欢的请投个币，说不定这视频不能通过，可是我尽量会去做视频。你像我在某个 UP 主下面写着Can you fall in？ 我的马达加斯加呢，哎呀，你们这些小嘚瑟，把我埃及都给打了。